谢谢，谢谢。来看一下时间，不知道有没有玩太久啊？玩太久，大哥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就跟你们玩了。下一首歌我们大家简单的跟着拍手就好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哎呀，尽量从头，整首歌从头拍到尾哦。这就以前的经验啊，就是会大家大概歌唱完一半的时候就开始。 看一下旁边，哎，好像都没有在拍哦，好像手放下来。大家要坚持下去，这也是一种勇敢哦。从头到尾把一首歌拍完，听起来好像蛮简单，事实上本来就很简单，对对。好，我们带来下一首歌《小春日和》，怎样？在那之前，哎，有点渴。今天天气真的很不错，那个刚台北下来都在下雨。 对，来这边的整个心情变得很好，可惜台上没有啤酒。你后来回台北了？你是在暗示吗？我有需要暗示吗？大家很了解我习性的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大家拍拍手哦，准备好。